你怎么把车停这儿了？停这儿了？之前有个人停这儿出去就出车祸了。哎呦，我求求你了，能不能不要这么神神叨叨的？哎呦，我跟你说这些事儿，你真的不能不信。不要再说了，烦死了。等一下哦，我东西忘拿了，我去拿个包。你快点，每次都这样。其实是下车换座。Later。哎呀，他取个东西怎么这么慢呀？看到了吗？什么呀，一惊一乍的。那后面有个女的，披头散发的，穿的白衣服。我操！那个皮我不要，我不，我不要。没关系，你下车看看。我不看，我不看。我不要下去。Hello， 酷狗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抖音。